刚玩就会有点恐怖一点。大天，不对，我老哎，这个傻老，哎呦，吓死了没？吓死了喽！大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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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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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吓死了！我老爷们搞错啊！鸡蛋糕啊！刚开头吓我啊！我是战神哎，皮卡丘！说今天来挑战一个都市传说，那就是云鬼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片吧？如果没有看的话，你们去看啦。然后我解释啦，很浪费。说这个都市传说是来自台湾的，哎，我这里很多讲有笑咩？哎，那些 YouTuber 去做那种一个人捉迷藏，那些来自日本啊、国外啊，都也是去尝试，我也是尝试吧，是不是？哎，多几点啦、啊、？OK， 说、so, 也要感谢王狗啦，王狗提供，是王狗还是帅狗？啊，王姐，他做这个题材咧，所以我就跟着他方法啦，所以尝试下马来西亚有没有这个女鬼桥这个好兄弟。OK， 说、so, 他两个方法啦，说、so, 我跟着他 step， 说、so, 我来解释下是怎么做。他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方法就是数阶梯，他类似很像平常数阶梯，但是这个女鬼桥版本是不一样。OK， 所、so, 以我来讲一下它的工具是什么那些等等。首先道具是不需要，地点一定要有敲，时间最好是12点，然后几个人玩，一个人玩就可以了。它的做法是这样，首先你要独自一个人数阶梯，数了第14次夜市之后呢，你千万不要回头，不然你后面那个可能会出现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K， 第二个方法，那就是他用游戏里面的方式，首先 standby 椅子、钉钉，然后红布、蜡烛以及打火机一定要带。地点呢也是一样，有桥，时间也是一样，12点。几个人玩？一个人玩。本来可以一个人以上玩可以的，但是没有同伴，一个人，一个周围样子，点六个蜡烛 ，after standby 好，然后你要拿一个红布遮住眼睛，然后。你要拿那个钉钉敲三下，你就看到那个好兄弟啊！但这个两个要切记，不可以回头，也不要问你是来自宫花系的，不然他真的是把你舍得掉。好了，还没有 subscribe 的button， 这边有一个红色button， 等啊，一把蛋要拍下去，我才有动力做影片。好了，我尽可时间，我抓紧时间吧，来吧。14还是没有。OK， 这个是游戏的方法。So， 我盯13下，看有没有反应。OK， 开始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。六下，七下，八下，九下，十下，要接近了，听到我怕，还是到了，我有点怕哎，最后一下，我最后一下能不能？三下，看有没有东西先。爱个死！我这电脑是爱迪生哦，你是电脑系啊？这样你乱秀你们的电脑啊！我不喜欢 IT 的人哦。大胆要脸，
人鬼殊途，不可以这样子。看我大威天龙，峨眉八八轰隆。OK， three, two, one, and action。再来，一二三 ，and action！ 哎呦 ！Hello， 我是战神 Red Pikachu。